什么身份呀？还想让我向他道歉？爸，你怎么可以打我呀？我刚才说错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让哥娶这种女人？这种外地来的穷人，明显就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呀！谁教你的这些混账话？你一个女孩子，说话怎么如此恶毒？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？你不是我爸爸！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。你，安乔，你每每不懂事，我跟你道歉。我和他妈妈离婚以后，疏于管教，让他在外面学坏了。哼，你总算说了点良心话。已经好多了，我自己可以。哎，我怕被别人看到。被别人看到我抱你，是很丢人的事情吗？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，不要怂。你越害怕，别人越兴奋，知道了吗？你是我的人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人欺负的。早点睡觉，明天起来别耽误给我做早饭。楚飞远，你个混蛋！醒了，三更半夜，你把我勾引到你房间干什么？